要买什么？谢谢。哇，理由叔又出现了，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他们还是往停车场方向飞啊，是不是那里有道理，我们快过。看起来你附近有碎片，找找看。西门町的失眠潮，再加上街道上出没的大量蝙蝠，这些感觉到了。嗯？什么？记得我上次说的不寻常力量吗？那股力量变得更强了，这次应该能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没错，各项数值都显示出有强大的能源出现在你的附近，千万要小心。开！元元烧吧！哎呀，这点呢？下吧！元就这样吗？元这样吗？我们出招了！呀呀，走开！哼，别，拜托了，倒下吧！呀，呵，走开！哼，呵，出来吧！呀，快呀，出来吧！碎吧！哼，呀，呀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哼，快呀！身手不错嘛。这样吗？忍着点呢？就这样吗？快呀！哼，招吧！哎，还蛮能打的。怎么样啊？如果需要降低安全值，辛苦了。是恶货，要小心点。沉醉吧。点呢？嘿哼，就这样吗？哎呀，呀呀，快呀，哼，怎么样啊？呀，倒下吧，哼，呀，走开，哼，新敌人吗？哼，呀，怎么样啊？哼。
点呢、啊？有这样吗？哎呀，倒下吧！哼，烧吧！目标未收到奖金，看来结束了。这样吗？快点，出来吧！走开！看你了！忍着点呢！就这样吗？哼，怎么样啊？哼，十二步，你看他们吧！可，哼，眼，看呀！倒下吧！哦，好险！好机会！哼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呵，嘿，呵，嘿，呵，哼，走开！呵，出来吧！哼，走开！呵，呵，沉醉吧！哼，怎么样啊？呵，呀，嘿，呵，呵，可恶，怎么又增加了？出100%，不，120%力量哦！呀，怎么样啊？哼，呵，呵，烧吧！哼，哎呀，倒下吧！就这样吗？哎呀，哼，哎呀，拜托了！哼，忍着点呢、啊？就这样吗？这边看不太清楚。眼镜仔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女人，已经帮你打破，还想要我做什么？雨墨，小心！现在感觉能使出100%，不，发现了不可能的事情，就这样吧。看你了，忍着点呢，这样吗？哼，烧吧，忍着点呢，还是得靠特种兵的力量了。下吧，我想100%，应该是能够阻止他了吧？好机会，啊，特异点，什么意思啊？总之尽力削弱他就可以了吧？出来吧，滚开！这小可不能停下来，小心呢、啊！这样吗？嘿，别挡路！哼，嘿，嘿，看你了！哼，烧吧！哎呀，点呢？一样啊！就这样吗？哼，呀，出来吧！消失吧！还早呢。
好诶，快射现在！可以了，射现在。靠近他之后。了解。好的。现在感觉能使出100%，不，120%力量哦。管他3721，全都堵在这一集了。打赢了吗？四处都没看到那个眼镜仔。太好了！好像听到了什么什么什么？我看看。哦不！天哪！不会吧？又来了！受害者二号，店长，不要随便把人说得像凶手一样。很简单啊，这小子也是困。哎，蝙蝠型的守护神，应该是不小心跑来的吧？好，马上回去。应该。嘿，打赢了！终于能来一根了。哎呀，这样看起来睡着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嘛。会不会因为刚刚靠雨墨的力量应该是有阻止他失控了，但到底昆仑人可没有那么脆弱。好，我来调整一下项链的机制，这样雨墨，我试试看怎么样。哦，变回人形了。哦，这里是，这里是西门町哦。你是谁？喂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虽然坏人也都是。你刚刚力量失控，变回真身了。还力量，的确有感觉到力量很不稳定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？狮子，女人。你还不，不行。索印，你是被射。看来要再多调查了，不过现况来看还不能太早下定论。不过很抱歉，不过待在这间便利商店里就要请你先待着了。先订正一点，蝙蝠会吸血是偏见，不过有的吃有的住倒是很不错。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整个被卷入大麻烦里面了。原本以为自己就算升学什么的会很苦恼，至少会平平稳稳地度过高中生涯，但认识了大叔、八黑很多很多人，原本一些很讨厌的事情不知不觉的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当时的我觉得能够透过打倒恶祸来帮助他人还蛮让人开心的，大概也因为这样吧，让我无法无视西门町内发生的异常。啊，吃得好饱，总算不用饿着肚子去。雨墨，谢谢你带我来这。哎呀，不用客气了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过去。哎，今天这么早？最近虽然来了个新人，不过原来有新人呐，是男生吗？哎，怎么说？他，总之让人这样啊。雨墨，糟糕，补习要迟到了，那我先。还有那个少根筋的帅哥，我也要。你哟、哦。喂，雨墨吗？你能不能啊？八，为什么？哎，发生八黑。哎，
总之你先来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李优树的声音怎么？啊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帮我圈圈这个顽固的你。先生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发生什么？我们家的店长呢，叫我把眼镜仔，结果呢，他刚刚经过了就抄底人家的商品。哦，我的天哪。啊，小姐，你认识他吗？他乱拿我们水果。哎，你还有很多啊。巴黑，这不是多不多，我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。从水果摊的小偷果然是你吗？原来不是力量，是在老家那边水果都，这里跟你老家不一样，在人类社会是需要拿钱这种东西。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大哥，你都几岁了？抱歉了，小梅，你可要看好，真怕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放在那里，没有问过人就拿东西会变成小偷的。好，这比出任务感觉还累啊。蝙蝠一族，不过这小子看来比较听你的话，你也我。为什么这里聚集了？因为这里很热闹啊，有很多心情。真是难以理解，人类的生命有限啊。原来如此。理由叔叔说的话要你管，我本来就是个老。对了，之前我来到西门町的时候，现在没有了吗？巴黑说的是街头艺人吧。原来巴黑你对一点点年轻人有点兴趣是好事。又是老头子说话。确认有碎片反应，不要漏掉。
附近有龙脉石碎片反应，注意一下四周吧。身手不错，快呀！呀，呵，怎样啊？哼，走开！呀，呀，倒下吧！哼，再攻击应该有效，拜托了，哼，哎呀，快呀，怎么样啊？哼，哼，呀，走开，倒下吧，哼，哎呀，哼，怎么样啊？哼，出招吧，哼，凭着吉他吧，快呀，走开。
妹妹，今天要买什么？谢谢哦。附近有龙脉石碎片反应，注意一下四周吧。就这样吗？怎么样啊？走开！附近有碎片，找找看。附近有龙脉石碎片反应，注意一下四周吧。看着那样的巴黑，不过我自己以前也是，但是昆仑也是得花钱买东西的啊。那
哎呀，要是我现在是……哎呀，很久没……李欧、雨墨，你们一个是昆仑前。真是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……真是困扰，店长，我货补好了。好，雨墨，好啊，帮。是这样的，我手上有几个任务需要做。理由现在变成这样子，我想也很难去除。听起来有点……当然不会让你做白工的。什么好处？你帮我解任务，商店里的道具。真的？那就……那真是，你那些东西很便宜吧？哎呦，人总是要有动力。哇，你这昆仑老狐狸。道具啊，怎么啦？挂个苦也没有啦。哦，可以马上恢复精力之类的。对，只是如这句话我可不能当。哎，店长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好像之前也发生过。不管，刚刚听见少女，你想要更对啊？能简单答好，还要做任务啊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水啊？这是为了防止恶化再次投。不过还。
热点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恶货出现在这里啊？他们不是没有主观意志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风暴车轮倒了以后，他就开始出现了。还算上高价的糖果拿，搞什么？这些恶货也太识货了吧！看你了，想逃？被吃人了！以后赶快宰了他们，我就帮你打折。别想逃！终于能来一根了。